给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做来了回不去了？你们看看这遍地的蛤蜊啊，一片一片的，我赶紧捡啊！欢迎红石妞妞，我又来赶海了啊！最近天气挺冷的，我还戴了个大棉帽的，这咋弄啊？这总不能一个一个捡吧？看是这种花甲，这里还有好多，咱要不就这样？你看还有小的，小的不要，太难了，我一个一个的捡吧。双手双手单手。对了，网友给我建议了，网友跟我说那样捡，就是桶拿过来，然后这样捡。对，他们给我建议了，说是捡完直接扔到桶里。我给他们试一下，是不是这是不是你们跟我说的效果？哎呀，还是不太行啊，这种手套不好用啊。哎呀，姐，你看里边还有好多，咱就捡捡面上的吧。看，来了，回不去了。你要不这样？看，这样划拉到一个地方行不行？那全扒沙里了，快点！那样费劲儿的，我跟你说。你看，你看这一掀，你看。这样还是好用的，你看，可以的。连土弄上，一会儿去洗一下，可能弄完放到另一个手里，就是我个人的这个习惯问题。看我还是忍不住放到另一个手里，直接捡了吧。看这边哈，还漏了好多。这个还对了，看这种蛤蜊壳特别薄，就是容易碎。这边多，这边我会弄，就这样给他们弄一边，弄一个方向，这样滑了过来。今天的我是不是比以前厉害了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就对了？我看同城的人他们也是捡，也是这样的捡，就是没咱没带筛的。带着筛子就好了，看，尽量少往里弄筛，看，就这样，少弄点筛吧。哎呀，太棒了！这底下扒吧。这底下肯定有好多呀，不扒了，咱就要点面上的。你要多少是多呀？这不还有吗？那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大呀？你看比起其他的是格外的大呀。好多呀，看看这边好捡了，面上也捡了差不多了，再捡这些就够了吧，一会儿拿过去排水口那边去洗一下。哎，缠着了，这边还有这个大的，不能浪费了。今天底下的咱就不要了，等啥时候想吃了再来。可以了，咱们就这样大概洗一下吧，这样也看着稍微干净一点，回家还得稍微吐一下。嘿，哦，果然有一只，我就说我看这个石头像有货一样的小短腿，我多久没捡过小短腿了。不错哟，收了啊。这里还有几个蛤蜊，捡了。看、啊、在这里，这里干净。可以把水都弄浑了。看还行。看看这边，翻一下。又一个小短腿。你看呀，这冻的呀，这冻的要不行了。呀，其实还活，回家暖和暖和就能活跃过来。哟，脑袋我竟然还没看见。哇、哦、这个大呀，看它这么大。哎呀，这一个能比好几个小短腿都大了啊。哎呀我的天，弄不回去了。给你们看看这么多蛤蜊，三个八爪鱼。看这里有一个扇贝，这里水特别干呀，没什么水了。
我要是再不淋，他估计都缺水了。这个还有点水，流鼻涕了，扇贝的。这是他身上长了个海葵类似的东西，也不是他流鼻涕，看到了吗？拽掉。哎，走了。哦，两只大海参啊！你看，长得多么标志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为啥一个软一个硬？这个刺漂亮一点，你看，好硬这一个。收了啊。走。哇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。我的天。这个也行，一个比一个好看。看这底下有一小八爪鱼，哦，看看吧，这是小八爪，冻僵了都。哎，都有点冻僵了，我都冻不行了。我平时都不戴帽子的，今天戴个帽子，但是这个帽子一直掉，烦死我了，我气死，整的我都没发挥好。哎呦，桶都倒了，二三四，哇塞！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今天我来赶海收获了。这个地方我来了好几次哈，这头一回捡到蛋呀，收获不少啊，收了。这是一朵海凉菜，这种口感不好，不要了。看这石块，看，刚要翻石块啊！你们见过这个造型的海参吗？我的天，这样的，收了啊。挺可爱呀，可可爱爱的，造型不错，品质也好。看看有没有，没有货。扇贝快收了。那这石块我看，看看，哇，我的天，快把扇贝捡了。哇哇，这里，哎呦哦，这里，我的妈呀，四个方位，每个方位都有八爪鱼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天。哇，好有力气！你看，我还拽不下来它。哎呀，好有力气！我的天，这手不小，比我想象的要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老天呐！这个大，有土沫了。啊？你一拿它，它土沫了。刚才。哎呀，看到了。哎呦！咦，这个好呀，看这个长得苗条，有活力。你看，看看，这个怎么这么小啊？好成年，收了啊！临近过年了，顶多收点货回去，要平时的话就放了啊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你看这个是最漂亮的，哎呀，吸了十斤石头，来来来，给他拍个照。不疼吗？我的天哪！来来来，给你们看看，我把石头都放在这儿，给你们看看，还吸了多少石头？来，你看，哇，这太大了，这个一盆绝对足够足够多。收了啊！看看这水里有海参啊，你看看，哎哎，去哪了？哎哎，我的妈呀，出来了！这个海参这个头，这个比刚刚那个大多了啊！收了。这个海星也好看，收了。这还一个，这还一个，还一个。哇、哦，这个哎，这个软，这个比刚刚那个长相差了点，不过也不错，足够了，知足了。看看，在这里又发现一个。哎呦，看看这个颜色，红红的。哎呦，我看看，你看它的小爪爪，哎呦，有点掉颜色了，收了。快看这里，还有三个蛋，哇塞，是真不错呀！啊，你这咋还有虾呀？这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蹲下我才看到。哎呀妈呀！我给踩了，没踩坏吧？我的天，你看这里还有，哎呦，看看。这回家还怎么吃？你看看，还行吧，没踩结实，你踩到这边的尾巴了。还行还行，带回去。你看这里还有，你看看，你帮我看看还有吗？这还有。我有点看不清。这
过来了，收了，你们看看，很腥，很深。哎呀，这个还是挖着的，很妖娆呀你。收了啊，这是不是有蛤蜊呀？好腥都掉出来。走，继续看。蛤蜊，蛤蜊，蛤蜊。哎呀，到这个点了，你比我眼睛好使。哎，这咋还一个海参啊？快快快快快！哎呦喂，个头是真不小啊，这个也是弯着的。哟，看看这底下还藏了一只海参。哎呀，哎呀，拿不出来呢。哎，哎呀，出来了。这个个头不错，品质也还行。哎，收了啊。看吧，最近每天嘞，每天都能捡到虾呀。这养殖场老板这过年了，怎么回事？虾都出来了。应该是他在把不太好的都弄出来了。这里还有个蛋，收了。哇、哦，这里好多蛋，你看大白蛋。这豆这是什么蛋呀？有朋友说这是鹅蛋，还有说是天鹅蛋的。你们觉得这是什么蛋呀？大家都各抒己见，就是凡是你能想到的都打在评论区啊！谢谢大家，顺便给我点点赞，爱你们哟。咦，三个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慢点放插着，千万别自慰了。他们说蛋好干净啊，反正就是每个人的自慰不同。你看，有的干净，有的脏啊。还有的人说蛋好脏呀，都不对呀。也就是说吧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蛋干净了是属于臭的，知道吗？好多小贝，你看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蛋，我的天！哎、你没发现了吧？怎么？月亮贝捡了它，刚刚捡了六个蛋。这会儿又捡了七，又捡一个，七个了。那天捡二十个，今天看看能捡多少，走吧。哇塞，好大的毛蛤蜊啊！这今天来收获，这简直发财了。哦，呀呀呀呀呀，反应可快了。呀呀呀，闭上了。好沉啊，沉甸甸的。嘿嘿，海鲜不要了，沉甸甸的。这得有个一斤半。你们知道吗？毛蛤蜊可贵了，这可是刺身级别的。就是咱们怎么说呢，就是平时其他季节没有，就是这种初秋的时候有啊。差点踩了，差点一脚踩了，这不是一条鱼吗？哎呦我的天，还活呀，它就在这堵住了，没下去，要不然就能冲下去了。你看，哇塞，这是一条小黑头鱼，之前也捡到了，收了啊。哎，这个是野生的，要营养非常大，炖豆腐汤都是奶白色的，走吧。这还两斤。哎呀，这个海星不要了，不漂亮了。这个能吃，带走吧。你看看，正在我啥的螃蟹，不要打扰它。你看，我一老远看到它一蹦，原来是在这卧沙呀。现在又不动了，你看，别动它。我想把它抓起来。别动它，你动它，它可能就握不进去了，底下石头。它可能就不会继续这个动作了。我本来想给大家就是抓拍一个他卧沙的镜头来着，抓不到我，就不等了，直接弄他吧，直接弄他吧，出来。嗯，好大个呀，哎呦，嘿，不错不错，太幸运了，这要是握进去都看不见了，发现不了。嗯，是公的，还挺有肉的。嘿，我跟你们说哈，就是咱们去市场上买螃蟹，就是从网上看的教程嘛，要捏呀，但是卖螃蟹的他不让你捏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它这里很白，就说明它很肥。如果灰色的发空发黑，就是不肥。学会了吗？学会的给您就点赞，别嫌我啰嗦啊！学知识，收了。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哦，这个也是握不进去，在这里。你看，哎哎，这个是花盖啊，刚刚那个是花盖啊，带走带走。这个也是公的，这个就不如刚刚那个。你们看，这个就有点发黑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里个鲍鱼，哦，好大好大的肉啊！我的天！螃蟹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没看见，我就是拿鲍鱼的时候发现了。哇，真的是有的时候眼哈，它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就看不见它。哎呦呦，咋这么活跃？呀呀呀，它太活跃了吧！你看，加了个石头。这个哈，它是二母蟹，刚刚的公的嘛，它很尖。这里是母的，这个很肥，这里发，这个很肥，它在这里发白。你看这里发黑。这个腿的话是空的，这个哈，但是它这里很肥，已经不错了，是吧？收了，这个是梭子蟹，
带走，还有鲍鱼，这满地夹海鲜。啊，看鲜了还能吃，快点吃点吧。我看这里水浑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泡窝，这个水一直是流动的。这一个小的在动。螃蟹，你看是不是它？它能搅动这么多水？我不信，这底下我怀疑还有大的。我给我起来看看它，没有吗？是特了。哎，这个是小赤甲红，它长大就是那在这儿大的，在这儿。哇，哈哈哈哈，给我出来吧！嗯，不见了。哎，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哇，这咋品种还不一样呢？哎呀，按理说一个小的赤甲红，不就有个大赤甲红护着？你咋还生了一个小的？啊、嗯，它是二母线。那也不是它呀，不是它的。啊，那就是两个人在这抢窝，所以弄的水这么浑。不说了啊，又收获一只钻子蟹，这个肥肉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看我又发现什么了？月亮背两个，怪奇怪哈、啊，这还有两个这个。哇，这个它怎么错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就好像被谁踩了一样，不活了一样。哎呀，果然不活了。哎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不活了呀。让我来把它掰开，掰开又掰不动。它是活啊，它闭太紧了，那是。不行了，你看，我都能把它打开了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雪蛤，你看，就是，你看，这是血吧？哇，吃这个很大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，很新鲜。按理说，刚死的没有事儿啊，因为它还是，因为现在还是新鲜的，就是可以吃。我特别过日子啊，不舍得浪费，我把它带回家吃了它吧，放桶里。这个小白蛤还挺好吃啊，叫文蛤。哎呀，我前面看还有啥？哎，这里还有两个，还这个是丁螺，这个是文蛤。哎呦，那个什么鱼？它在这水里那个有这个阳光照着看不清啊。我到这边来才看到这是一条鱼，这里有一条鱼。天哪，抓它！哎呀，还活呀？不是，我那意思是它还活得很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我来赶海了哈。刚来碰到这么一条鱼，我放上我的桶，给它抓桶里去啊，不能只抓尾巴。哎呀，要拿着它的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拿着它这个要害部位。千万别动了，祖宗哎！千万别动了，来看这么一条大鱼，真的太意外了。你看它受伤了，你看它身上有这个血，是不是？这是叫什么鱼？就用力抓到它这个腮的这个地方，它就不波了了，它就不跳了。今天收获太好了，刚来抓这么条鱼。石头，我看看有没有货。这个没有。哇塞，快看这里，一只八爪鱼！我天哪，看它就要钻进去了，正好让我来给碰上。看这个八爪鱼，有点瘦小，营养不良，但是个头还不小，看还可以啊，瘦了，放桶里。来这边再看。嘿，还有一只八爪鱼。哇，怎么样？看这里还有一个蛤蜊。不知道他吃蛤蜊还是蛤蜊吃他，哇，又拿不出来，哇塞，快看，哎，这个也很漂亮啊，跟那一只一样，长得漂亮。好，收了它哈，放我桶里，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货嘞。嘿，真的有一只八爪鱼，天哪，我看它这里就像有的样子，因为我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它底下好像有一个小腿，一瞬间就没有了，钻进去了。看，这一只也很漂亮啊！收了它。看这里还有一个蛤蜊，这里边好多白蛤蜊，看到了没？好，放进桶里啊。看，这个海星，成年了，回去能吃啊！收了它。看这里一条鱼，看到了吗？幸亏今天我带网子了，看，今天我又给你们表演用网子抓鱼哈。看，呜呜的跑是吧？嘿。
这个抹的是太好使了，看一条小光鱼是吧？看这个小光鱼长得特别可爱，你看它的头呆呆的，然后两个翅膀忽闪忽闪的，对吧？说通的啊。今天收获不错，重要的是这个抹的立够了，回家。看这里这么浑，浑的地方不是有鱼就是有螃蟹，找一下，后鱼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要我说吧，我说它就是油，因为浑的地方就是有货。哇塞，果然不气人，又是一条八爪鱼。收了它，这个八爪鱼腿还不一样长，这几个短，这个长。好，收了，好大一只。行，继续看。快，鱼！看我来吓得咕噜咕噜跳，搁浅了是不是？嘿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鱼身上烧的呀，它的鱼鳞都掉了。哎嘿，这边都是海蛎，长海蛎子的石头，这个地方很锋利哈。它在这里如果跳来跳去，别掉了。看这条鱼，这个鱼的鱼鳞很多，这个是梭鱼。看它这个，你看它这个那个头有点吓人哈，收了它。看这里一条八爪鱼。这里水好深啊，它还活吗？嘿，看，它是活的，还跑，跑了，但是也是因为缺氧，活力不太大了哈。给它收了，放桶里。来，咱在这边看看啊，嘿，看这里边两个小虾子，看那里还有两只虾贝呢。咱先把小虾子逮了啊，还在这里。还活吗？呀，爪子还在动，还是活的，就是有点缺氧啊，收了它。在这里还有一个，不仔细看看不清啊。嘿，出来吧，它躺在石头底下。你看这个小虾，这个小虾油炸特别好吃啊。嘿嘿，收了它。来，把这里边这个，把这里的这两个扇贝捡。这个扇贝颜色好漂亮啊，紫色不是红色的，这个是黄色的，上面还有个海蛎子，可以哈，有肉的。就鱼是收了它，两条鱼，沙光鱼，看这个鱼学名叫沙光鱼，挺可爱的呀，学名叫沙光鱼，我们这里土话叫光鱼。看这里还有一条，都还活哈，好，来给它收了它，这个大这个小，这个鱼回去这两条再能做个汤吧，啊，再加点海虹肉可以的哈，好吃，肯定很鲜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扇贝。收了它，好漂亮这个扇贝颜色，你们喜欢吗？这个壳，收了啊。在这看看还有没有鱼？哎，在这里呢，吓我一跳，我的天哪！嘿，看它在阳光底下，在那水照着，根本看不清哈。看，哎，还活，你看，太棒了。好，我给它收了哈，加点水养着，回家也一定能活，对吧？收了它，三条了啊，再找找看还有没有。游得很快呀，一点也不下了。看，游到这儿被这个石头堵住了，跑不了了。看，又跑了。收了它。这个地方我之前来过一次，也是抓了不少这种鱼，对吧？这个附近，这个海域附近有这种鱼群哈。这里两只猫眼螺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，但是那个是鼓包，这个肯定是哈。看这个还没进去，在这里呢，它应该是感觉到哇塞，干啥呀？他应该是感觉到要涨潮了，他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收了啊，看这个鼓包给他抠了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据我多年赶海经验，这是一只小猫眼螺，哎，出来吧，洗一下水，哇，太过瘾了，嘿嘿。我今天特意没戴手套，就是想感受一下它的爽滑程度。来，快看，哇塞，这里又有一只。哇，怎么样？看的是不是很爽，很解压哈？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呀，我的天！你看到这个小屁股，咱动一动啊！缩了！你看它的痕迹从这里开始啊，嘟嘟嘟嘟走到这儿，缩了，赶紧的！哎呦，要不赶紧弄它，它又缩了。嗨，这个没捏到手。难受，大鱼，嘿，它正在找地方藏，你看，要想藏在这个
这是什么？是什么海拔太低下吗？哇塞，好鲜活的大八爪呀！这个大八爪可胖了，看看有没有卵。哎，出水管是不是脱水了？有没有卵呀？有大米没？这个有大米。看这个海菜底下一个扇贝，有肉的哈，收了。好漂亮的八爪鱼，快看！太爽了，今天收获太好了，一来抓了十来只八爪鱼，这也太爽了，都放下。看这里一个大虾，小虾米哈，如果虾，这个扇贝也挺好，收了它。这个鱼还在游啊！快点！哎，不对，这鱼八鱼，不活了！我的妈呀，好大的条大八鱼！快看，这不得个30斤，发财了！这是我最爱吃八鱼了啊，八鱼老好吃了，看怎么样？哎呀妈呀，它这里受伤了哈，但是看着很新鲜啊，回家研究研究再说吧，来给它瘦了。这里还有好多海星。你是看谁在边儿？我踩了，好像是。哎，没有吧？它在石头旁边。哎呦，这一条鱼，这是一条比目鱼哈，个头不大，看起来也不动了，但是看着很新鲜。比目鱼哈，回家做个清蒸还好吃。瘦了啊，它也可以做红烧啊，但是我做红清蒸最多。大海参，个头不错。来这边看看。哎呦，真是的，这这刚来，就是不太好了。你看还有扇贝啊，这怎么成堆啊？太疯狂了吧这呀！哎呀，看看，哎呀，软软塌塌的，回家煮一煮看看吧，能成型就成型，不能成型就算了。感觉送粉丝的那个海星不太够吧，然后就多弄点吧，你们不要闲闲啊。希望送给你们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断了就不给你们了。这个煮出来还是可以成型的。哎呀，我的天，真是无语了。会不会又有人喷我？说你不会先放桶里吗？肯定会有人这样说。哎，没办法，说就说吧。好多呀，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。那几个不行了，一看就不行了。这样吧。这些怎么样？刚来的收获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想要海星的多多点赞比心，谢谢你们。等了，看这边一些石块翻翻看吧。圆圆的，哎，每天来都翻一翻，就期待能有更好的生活。没有啊，螃蟹、八爪鱼，没有。再翻一翻看看，没有。走吧，你看我发现啥了？三个大鸳鸯背呀！哇！哎，这怎么事儿闭不上了呢？可以的哈，月亮贝，这个你们最喜欢怎么吃呀？这个水煮了直接就可以吃，也可以把它烫一下，烫开口之后可以凉拌，可以辣炒。走了，小红贝、月亮贝，贝类家族开户已被我抓了。哎，嘿，这个开好大的口啊！给你们看看，你看，这是不活了怎么的？慢慢的闭上就是活的啊，我说了好多次了，我几乎碰到这样的我就说，你们应该都学会了吧？哎，哎呦，开着口呼吸喝水，来，老远就看到了，大毛蛤蜊一只，哇，开好大的口啊！哎，它咋不咬我？呀，咬啊，反应迟钝，应该是睡着了。悄悄的，我发现这一条大鱼，哦呦，这个比之前逮的都大呀！哇塞，我一看到这种鱼就莫名的恐惧。看来我胆子已经很大了。嗯，你们有没有不敢拿的？可以打在评论区啊。你看，哎，它还不动了，挺温柔的呀。熟了，一把抓。哎，吓死了！走，跟你们说，我发现这里边趴进来一只小螃蟹，给你们看看。去哪了？咋没有呢？去哪里了呀？小螃蟹钻土，本事可大了，找不到，几乎是找不到，因为太小了。在这儿。哎呀，我是你！你要吓死谁？你看它是小赤甲红，现在就能看出来了。它咬着我了，刚才。哎呀，我就说咱别动它。看看，我发现这里好多海星，但是看着都不太行了。这扇贝可以，都不太行了。你看这些不要了吧？哎呀，哎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一个还行，带着。
这个也可以，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也可以，那个不行，这个可以，嗯，这个不行，不要了，就要这一个吧，行不行？好可惜呀，他们在水里分解了之后能喂螃蟹也不错，走吧。哇塞哇塞哇塞，这些海洋生物它们可真会变化，这颜色跟这一模一样，都看不见了。哇，这里好多鲍鱼啊，我的天呀，这一眼望去有个十来只，之前我在这边捡了有个二十来只，你们还记得吧，有大概有个二十七只，今天啊没有这么多，你看这些鲍鱼在这吃海菜，你看肉都凸出来了，很能吃啊，一个一个的小胖子，你看你看肉都还是行的，都可以都可以，非常活跃，五六个七八个呀，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边是三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十一个一共，可以。哎，看这边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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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只，妈呀，完了，这一下子又爆桶了，这刚来啊，还没开始啊，就结束了，说爆桶过分了啊。就形容这个货非常的多呀，我刚过来，坏了坏了，这个得使劲儿，这要不使劲儿，它钻到手里，这个脑袋大不出来，拿不出来了。这个脑袋我一拿，我就知道它有力气，哎，瞬间消了，吐水，收了。你看这边还有几个蛤蜊，估计是他们在过来吃蛤蜊的。哎呀，那太给你了。刚过来的时候注意力在几个鲍鱼身上，没往这边看，你往这边一看呀，哎，拿不起来，一堆八爪鱼，看这里边有卵有大米，收了收了，还行，现在夏天好多苍蝇啊，你看，行，在这边，哇，这一只海参呀，但是这目测这情况不太好了，一般来说这么长就够了，你看它这么长，但是好在它还硬硬的，硬硬的没有软塌塌的，那就好很多，行吧？你们看这有没有像那个什么玩意儿？海茄子，茄子。海茄子不是像狗粑粑。快软鱼是不活了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呀，不是不活。你别动。干啥？你看看它不活。我说了，不是不活，还有点微弱的呼吸，你看，也就是一般般了，我感觉。有还行吧，趁它活着下锅就可以，来得及，一切来得及，这一个还是很好的哦。这个有大米，你们能看到吗？能，很明显，这个白白的就是卵大米啊。看看这底下还有吗？要是有三只的话，那不就发财了？哎，没有。哎，这边水流还挺大的，我看这边有没有货。哎呀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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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怎么可能？我还没搬开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看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别搬了，你看这什么？哎呀，我搬了半天，里边没有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一条。走吧，继续继续，我看看这个。哎呀，好沉啊，这个石块，有吗？没有。哎，快来快来，这边一头大鲈鱼！哎呀，我天哪，离老远我就看到是大鲈鱼了，这鲈鱼太好辨识了，是不是？看它身上这星星点点的。一看它很新鲜很干净啊，这屁股有点大呀，看腮还行不行，可以的，粉红色的，哎呦，好沉啊，有个二斤半，你们看呢，它的长度半个身体这么大，给力呀，怎么样，你们喜欢吃鲈鱼还是黄花鱼，可以在评论区里打一下啊，我就给它收了。这个鲈鱼除了清蒸红烧也好吃吧，但是我最多的就是清蒸，省事方便。哎，我的天呀，啊，这个鲈鱼放在桶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走，去找找货吧。八爪鱼，八爪鱼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个八爪鱼，哎，还吸了个鲍鱼在这吃。你看，哎，还吸的海蛎子，吃的挺香呀。这个八爪鱼够瘦的。对，它是正在长身体嘛。哦，还吐水，所以说它鲍鱼啊、海蛎子在这吃。海蛎子不也叫生蚝吗？这是之前的都让你吃的。你们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今天
刚刚在那边捡了多少波鱼了？十一，今天17，咱们挑战一下，捡个25、26的，行不行？说30好像有点不敢说，万一不够呢？加上这些，17只了，走去找一找。又一只露头的八爪鱼，一只，你看，哎呀，它小猫里藏，哎呀妈呀！什么情况？你看到了吗？沈医生，看见了，怎么还黄的这个？我一拽它的爪子，带出来一只海参，这个海参在这里边藏着来的，应该是它的爪子吸住海参了。我一拽，给它拽出来了。我看这里边会不会还有？啊哈！哎呀哈哈！哎，没有了，没有其他货了。这个是，你看蛤蜊。哎呀，这个八爪鱼吃着海参，吃着蛤蜊，条件也挺好啊。这里还有好多大蛤蜊，你看捡了啊，不少，还行吧，带走。这赶海4-5个小时马上结束了，定下的目标没完成，又捡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18只啊。果然了得，这要是买的话不得50块钱一个。你们想一下，如果在你们那这么大一个得多少钱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来干海了哈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大袋子给力，给我点赞，谢谢你们。收了啊，好沉啊，有个2-3斤吧，带走。哇塞，这里好多扇贝呀、啊、这今天应该是跟贝类干上了，气到人再抓条鱼，抓个螃蟹啥的啊。哎，好多，哇我看前面还有，赶紧的捡完过去捡。看看这边，前边还有，不光是这里有啊，这也太多了。这今天不会扇贝爆桶吧？你看有没有爆桶的感觉了？起码盖过桶底了啊！来，过去捡了，看看呀，排入口底下。哎呦，太多了！哎呀，刚刚我的桶要跑，你看，好多。太多了，这么多怎么吃呀？回去啊，做饭用钻入本子蒸扇贝吧，做它一盆，坐那看个电视，吃着应该很过瘾。哦哟，这边水还挺深的，看起来不怎么干净，应该可能是因为水深的原因，我有点够不着去了。哇，勾出来了。这边看看有没有货，没有，走，快快快！我又发现一个毛蛤蜊，反应迟钝啊，个头不小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重量你别看它小啊，它的重量跟那个袋子有的一拼啊，这就是壳薄厚的问题啊，袋子和它都是贝类海鲜，然后把壳弄掉吃里边的肉。具体怎么吃，你们可以看网上的教程了。快看，发现一对儿啊！这两个在一起好恩爱呀。刚刚我心里还在想，今天怎么没有海星了？这不有啊，这不有啊。在这时间长了，都蔫了。在这时间长了，没人要我。你看，咱也不要了。哎，这个还挺好看的，这个要的。这个煮熟了之后成型了就好看了。我看这个也没问题，带走吧。哎，看这个不行了，这几个太大了，不要了都。看看这里边，哎呦，八爪鱼太少了，这里边。哎，小海星不要了，上身。那叫小红贝。啊，我说，好吧。这怎么有时候嘴还瓢呢？这个也不行。看这边有啥货？哎，我的天！哎，我的天！小螃蟹一只。哎呦，还挺活跃的，不收了，放生。看看这里，发现一窝蛤蜊。哎，这还不是蛤蜊呢，这不是象拔蚌吗？这象拔蚌吃起来可有味道了啊！怎么说了，很筋道，很哏啾。这个词我说的好不好？这个好像哏啾这个词好像东北人说的吧？哦，不知道哪里的方言。从哪里学的？我刷到一个东北的博主，我看他说看他视频跟他学的，啊，好大，哇，过瘾，
这种的美味。看我视频的作为我的铁粉，你们一定要去尝一尝，这个太好吃了。我还没夸哪种海鲜很好，海鲜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最喜欢的，真的特别鲜又便宜，4-5块钱，蛤蜊还得5-6块7-8块，是吧？哎，不同的价格它也会浮动一下，但是不会太多。不同的季节价格，哦哟，我就试探着随便挖一下，我要不试探就漏好多。这个真的吗？这壳吧，哎，果然，你看，我再挖一下吧。哎，走吧，回家一起煮了。这个还对了，不要了，希望它能活。这还一海参，你走啥呀？啊？我没看见呀，它藏着缝里啊。是那个草率了，赶海就得随时聚精会神，全神贯注。你看，认认真真。还发现一个好玩的我。什么呀？这多小的螃蟹苗。是吗？嗯，你看。哦，看到了。嗯，走，带走吧。一老远一看就发现了，这是一条比目鱼。你看，它刚刚身体就这样一跳，让我看到了，要不然我还真发现不了，就这样跳的。哇呀呀呀呀呀！你看，它还挺会游的，在水里。你看，我不动它，让它游一会儿。哎，游的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这个比目鱼可真不小。呦！我可没玩它哈，我是真拿不起来呀。这个鱼身上没有受力点，不好拿。带走，还行啊。比目鱼红烧、清蒸都好吃。带走。行，刚买，收获这么一条大鱼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来赶海了啊，走，继续吧。鱼我已经找地方养着了，来开始从这边空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再抓一条鱼。这边很深啊，看到没有？看起来像没有的样子呀。我这边走一圈，来。个头不大，还行吧，你看中等个头的。这里还有一只，我刚过来是看到这一只的，但是你过来一看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哎呀，给力呀！哦，哟，哇，它老高了，这水。行，收了啊。没有一条大鱼，有两条海参也还行吧。带走啊，估计这两个海参都可贵了。刚刚幸亏没踩了，在这里还有一个鲍鱼，竟然没看见。你看，吸的还行啊，这小鲍鱼哦，非常的鲜活。你看，多活跃，个头还行吧。带走，咱看看这个石头底下有没有？没有哎，有没有抓鱼？没有，继续看这边，看一看这边的石块，肯定跑了。有吗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有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呀、啊，这是两只啊！你看，这个八爪鱼红红的，很可爱呀、啊。太小了，个头不大，确实。哎，我看看这条个头怎么样？这个个头也一般，它这个石块细的。哎呦，拿不住呀，要跑的意思。行了，随便摘一下，放头里。看这一对一对的，两个八爪鱼，两个海参，一个鲍鱼，再捡个鲍鱼怎么样？给他们凑个成双成对，这啥？垃圾袋。今天值了，还一条大鱼。最大潮，收获就是大呀！哎呦，我的妈耶！我这嘴是开高了，收获大就是大呀！给它摘了。哎，可以。看这一个也还行吧，哎，这个比那两只都大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大？啊，抱回去，给我起，没有。哎，这是一条鱼呀，你看看，哎，这个鱼我是没见过的，你看这什么鱼？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。这是虎头鱼。虎头鱼？也叫虎头斑，好像。虎头斑，你看它的头很有个性啊，你看它的头这里。一点都不那个，不是平滑的，是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鱼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呀！你看一下，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。你看它的鱼肉很鲜嫩，你看是不是很嫩的？可惜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种鱼一斤70-80块钱呢。真的吗？可惜了，这不的话咱卖了它。咱
但是它不活了，卖不了了。咱回家弄弄，盛一盛，啊，别走了，可滑溜了这条鱼。一堆海洋菜呀、啊，还有一条乌头斑，你看这个比刚刚那个大，呀妈呀，受伤了。但是这个是比刚刚那个大好多，我拿出来给你们比较一下。菜太滑溜了，拿不起来。你看这个好小啊，哟。是啊，是大多了，这两个咱回家尝一尝，还不知道咋做呢，上网去搜一搜。哎，这家海凉菜你看晒干巴了，今天的天属实热呀，那就不要了吧，不新鲜。走，你看这遍地还不少呢，你看这里还有，是不是？嗯。看看底下经常藏八爪鱼，看看有没有啊。哎，哎呀没有，咋回事儿？让我来看看这个。你看旁边这里一只鲍鱼，还一条鲍鱼，说错了，这底下也没有，好干净啊，把这个鲍鱼拿了。哎呦，没想到呀，鲍鱼八爪鱼是一家。嘿，行行行，这个也好漂亮，你看白里透红的，行哈。嗯，我就喜欢爪子长的八爪鱼，我喜欢吃爪子。走，过来我看一下这里一只隐藏的很好的海参，你看到了吗？只要一般人都发现不了它，还好我的眼睛厉害。哎呀，你看看出来吧，还挺胖的这只海参。你看这个，我一看哈，就是拿回家给它焯一下水，它这个长度不会变化太大。收了，看看这些石块底下有没有，哇，没有，石头太小了。看这个。也没有，走，这里是小鲍鱼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看，哎，还是软软的，活的，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一只大海参，你看它在这，在石头底下都压扁了，还行啊。看这个图哈，好，不错，今天四五条海参了。你老远就看到躺在这一个皮皮虾，还活不？咦，哎耶！它躺在这是晒太阳吗？跑了跑了，你看它非常的鲜活，这个皮皮虾可大了，这么胖，给你们对比一下，比手指头还长呢，比食指还长。让我来看看你是公的母的，这是啥？哦，公的，公的公的，好肥呀、啊，瘦了啊。哇，两只海胆，快看，最近海胆是真多呀，你看看，发现海胆了，哦呦，你看看它的爪子都快动，你看你看这边动起来了，哇，这两个给力呀、啊！这拿到市场上不得挣个五六十、啊？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。你们如果觉得给力的话，都给我点点赞吧，谢谢你们。我放起来了啊！看这个石头底下有货吗？哎呀，翻不起来！哎呀，我的天，我说咋翻不起来？原来底下有大货呀，被它吸住了。你看看，切开花了，切开花了，放起来啊！走，继续往下来。看这个大石块底下有没有货？哎呀，搬不起来，有压力，切！哎呀，我呀呀呀呀！快出来，快出来，我搬不动啊！哎呀，你们看看这一个，我把这一拳就成了一个小桃子，你看，好小一只，其实它很大的，收了啊！哎呀，这边好多扇贝呀！你看看，哎，捡了，嗯，哎呀，刚刚这开口了，咬我了，嗯，这有点，这也能比上活的，带走啊！有没有？没有啊！这种小石块底下没有吗？有几率是可以藏的，只是今天没有。你看看，这是啥 ？Hello， 你好。哎哎，咋杵回去了呢？我来啦！哎呦，我说他怎么这么讨睡呢？原来在这吃东西，没把自己藏好，带走了啊！我看这边好大一个大海星，嘿，真好看呀！我的天，这也太大了，真是给力！好沉一个，硬邦邦的。嘿，这里有一个蛤蜊，但是这个蛤蜊根本不重要。你看这是啥？哎呀，就是一个大海参，大海参，这是海参啊？不是，这啥来着？海胆。把我激动懵了。上，咱看看它还活不活？等我们刺激它，弄一下它这里，它就有反应。
这是它的牙是吧？看它的爪子还动，牙也还动。我的，看八爪鱼，这里还有扇贝，看这个八爪鱼都站起来了，啥情况？被水冲下来了。哎呦，还活不活？我来看看，我来研究研究。还行吧，有点吸力，还有点微弱的呼吸。带走把扇贝捡。哎呀，好大呀！你看这个做蒜蓉粉丝蒸扇贝正好呀。带走啊！看，这里还有一个海胆。哎呦，有点扎手啊！大家来海边的时候，如果见到这个，包括小的，一定要慢慢拿，它可扎人了。你别看它刺不多，但是它就是扎的慌。哎呦，手疼。手套扎破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扎到手了，手有点疼。看这时候有没有货，你帮我看啊。这有一个扇贝。哎，没有八爪鱼吗？真是也还行吧。看这有一个还小海星，小海星。哟哟哟，拿不出来。哟哟，这是几个爪子？请帮我认一下。三个呀。还看这里，又有一个大海星，好大呀。这里还有扇贝，这扇贝我该说不说的，我都捡烦了。这咋这么多？带走，看看什么底下，挑战一下能不能打开。你这样一看，它是实底的，进不去货。肯定没有。嗯，没有。别踩了。啥呀？哇、哦，这个壳子可真漂亮呀！捡了送给粉丝。行，你说咱怎么没吃过这种蛤蜊啊？啊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看这里有扇贝。哎呀，别动！我低头一看，这里有蛤蜊啊，一窝蛤蜊，准了，准是。哎呀，我的天，我踩了，我让你别踩，其实我踩了，你看看，这么多，哎呀，这么大，你看，几滴吧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要买的话得很贵啊，因为它沉，它大，你们知道吗？看底下还有吗？哎呀，还有，有好多网友心疼我说让我弄个耙子，有点费事我这样，但是我不太喜欢听耙子爬到底下咯吱咯吱的声音。啊，这个咋开口了？这不是活的？哎，还是有肉的。啊，又闭上了。哎，不是，看，不要了。还是用手吧，还行，这手套还挺厚的，不怎么费手，搓掌也挺肥沃的，没事。一个海胆，两个扇贝陪着，这两个是侍卫吗？你看，个头还不大，但是我看看这个海胆怎么样，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，还行吧？这刺儿上面咋没有刺儿了？你刺儿呢？哎，不活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又扎到手了。快别研究了，放起来。今天海胆个头比较大啊。嗯，扎手啊！哇塞，你们看这里还有大虾。之前我来这边，哎呀，我的天，收了这么多大虾，把我开心坏了。回家好好回家一顿吃呀！你看今天来还有虾，你看这个还在动，还活呀。那你应该是天选骄子呀！这么恶劣的天气，从排水口排出来，没几分钟就不活了的啊！你看它还活。都是很新鲜的，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，哇塞，这过年年夜饭上就吃它了。这你看都动，那小点儿。是的，你看，奄奄一息，今天来的早呀，来晚了再晚来个5分钟10分钟的就不活了，但是不要紧啊，就半天时间，问题不大，收着。哇塞，不少不少，你看那边还有。我这一回头看这边还有这个在这游了，还爪子还在动，拿起来就不动了。在这里，哎呦，两只，收了，游过去那边。哇塞，这里还有，要不是它红红的都不好发现呢。你看，这个还白了。你一拿下来它就不动了。对，我要不拿它，它在水里还摆动一下小爪子。个头不小，这边石头底下有好多八爪鱼啥的。来吧，走，继续。哎呀，我发现这里一条八爪鱼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不错的呀，你看，
就是有点瘦小啊。这个的话，一焯水，它一脱水，就一口一个的。你看这石头错乱有致的，不行，只能摸一下。哦，发现这里哦，还有好多虾呢！看看，哎呀，这么大，哇！你看暗红色的爪子，这真的不是淡水虾，这是海水虾啊。收了，淡水虾没有这种暗红色的爪子，不是尾巴，还有爪子。收了，看什么鱼呢？有长大的鱼，切！哎呦，没有，都是小螺。哎呀，这个大海星啊，太大了，吃起来特别爽。这个都不用，直接不用晒标本，舍不得就想吃它。小的晒标本，这种大的直接吃籽，一口一嗦一大口，特别的香，是吧？我的天，快看快看！我眼看着它钻进来了，哇塞！看看看看看，八爪鱼啊！嘿，嘿，看看看，呀，吐水！你看，我就它爬的可快了。哎呦了，我的妈！千万别喷墨，我一举把你拿下。哦呦，是好多石头，看这个大八爪鱼。哎呀，这个大啊，比刚刚那个大，收了。哦，看看这里，大海参一只，它藏在这个石头缝里。哇塞，这么长，不错不错，软软乎乎的。看看，这是黄金参啊？是吗？啊，你看黄的。我平时学习少，我不知道，收了啊。我可不是，我那是我给起的名。我的天，看，我刚过来发现这里啥啥，你看。这八爪鱼在吃大虾，你看把这个头都缩了没了，还有籽儿的，有黄，不好意思了啊，打扰了你的美食，抢走了你的美食，把你也一起带走，收了。嘿，看看这底下有大货没？谁没有？走吧。哎呦喂，好大的虾呀！藏在这一点都不明显，还是摄影师看到的，我都没看到呢。看这里还有虾呀！哎呦，哎呀，我差点踩了。你看那里还有条大八爪鱼。我知道了，那条八爪鱼是跨过石头过来想吃大虾。不好意思，又让我给截胡了。这个也很大。哎呦，我今天八爪鱼抓的多，前两天竟然抓了一只，太可怜了。瘦了啊！哦，这水还吐不少，拔出来！你看这里还有大虾！哦呦，我的天！哎，去哪了？没拿起来，不见了。好大虾！赶紧的捡，桶都要半桶了。哎呦，可以可以，都很大。你看这个石头还是粉红色的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差点漏了。啊，这一个，真的吗？没看见？啊，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海星，这也太漂亮了！你看，哎呀，你捡到一个大的，这种大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样子哟。收了。哇，好大一只龙虾呀！我的天，太大了，多长？只是它的触须好像有点断呀。这个龙虾太大了，你看它好活跃，它要往哪去？你看它要往哪去？这一个海参，它是不是要过去找那个海参？哇塞，啊，好大呀！看看看，也太大了吧！我，呦，我的天！哎呀，你看，太有食欲了，这个大肚子，今天晚上就吃了它，一点都不能让它过夜呀！这有个两三斤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今天来赶海了啊，特意大潮信大货来派出口这边觅食呀，收了收了啊，赶紧的，还有这边一个大海参，哎哎，这什么？哎呦呵，还有一个鲍鱼，我是真没看到，你看到了？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那个海参了呀，收了啊，哎呀，这个鲍鱼还吸得挺紧的呀，给力给力，这一上来什么神仙怨气啊？
龙虾、海参、鲍鱼，这真不是我放的。我要放的话，我就放个什么蛤蜊，我也不会放这么多呀。哎，又堵过去了，摄影师提醒我回来。你看这里还有两只鲍鱼，我竟然没看见。今天这眼神不太好。哦，还行还行，你看这小鲍鱼，个头不大，但是很鲜活。这小海螺不要了，带走了。我给它扔里边，扔到里边去。掉我桶里了，扔进去，走。我围着这个储水口走了一圈，我说这边没啥货，你呀、啊。刚刚说完，我就看到这边有一个八爪鱼，哎，你看这一个很好呀，这状态也是粉嫩粉嫩的。呀，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墨迹，你看我一墨迹它藏进去了。让我来把这个石块扒开。哎呀，你跑不了的，束手就擒吧。碰到我了，你就跑不掉了，收了啊！哦，这个个头好大呀，抓得很长，大长腿一只。把这几块小石块也不能放过，看看有没有货。你看，不像是有货的样子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放弃，万一有呢？哦、有，呀，有啊！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万一有呢？给它洗一下刷。呦！这个爪子有点断了，带走。哎呦，这边起有吗？哎呦，没有啊，有啊，我还以为没有呢，我第一眼是没看见的。这个也还行，这个爪子也短，咋回事啊？我就不喜欢爪子短的八爪鱼。好大个石板子，看看有没有八爪鱼。哇！摄影师很少这样啊！你看哦，哇塞，给力吧，过瘾吧！哇、哦，多少呀？哇塞，哇，给力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把还弄不下来，我的老天！你看这样滑着走行，但是拿不下来，好奇怪！哎，下来了！哎呀，八爪鱼呢？没有八爪鱼，这么多鲍鱼，我说今天咋这么多？看这时候不错了，来准备好哈！哇，没有啊！走，哇！哇，没有！别挖了。好吧，起！哎呀，哇！这挖的时候没有，不挖的时候就有了。哎，这八爪鱼好苗条啊！收了啊，再回去。继续。有，啊有啊！我没看见，我看这里了。真是，这么大个八爪鱼在我眼皮底下没看到。嗯，好。哎，好鲜活，带走。呀，吸着我了，好难受啊！别看我戴手套哈，但是它的吸力很强。难受的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跟石块似的，你看这跟这个石块颜色一样。哇，这一看是螺呀，花螺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都吐着肉呢。你看这个也还行。哦哟，这个肉也吐出来了。哎呀，给力呀！你看都吐着肉呢。哇塞，这是几个？四个。我看看今天还有吗？哎呀，还有一个，五个。没了，这里还有几个？哎呦，你看，都在这里往里边进去呢。哦，这个石头老长了，都在往里进呀、啊。没了吧？我估计沙底下肯定有，这几个是还没握进去的。再继续找找看看还有没有。有没有货？哎呀，没有啊。走，去。看看啊。这里是不是一个海参？哪里？大海参。哎，我没能看到鱿鱼之类的，怎么蹲下没有了？啊？没了呀！我看到有了，蹲下一下子看不见了，被水冲跑了。这边水流太急了，找一找。这！我怎么还这水流动的也太快了吧？这要不是摄影师，我都看不见了。大情况，太尴尬。
你说遍地都是的感觉，你看看看，这里都是，那里赶紧捡吧，快别说，哦哟，吸得可紧了，咦，很新鲜，你看，哇塞，很活跃呀，哎呀，哇塞，这两个可真大，不一样大的，绝了呀，哎呦，好大的肉，好肥呀，你看，刚来，我捡了一个爪子，我没好意思跟你们说，看到这么多鲍鱼，我就说赶紧开拍，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今天来赶海了啊，大家记得给我多点点赞呀。哎呀，给我点点赞呀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大家在刷关注页面的时候都几乎刷不到吗？所以说，大家只要你是看到，一定要给我点点赞，我非常需要你们。喜欢我的给我点赞就行，不喜欢我的不用给我点赞。上次我要了个赞，他们喜欢我，我看你就不错了，我还给你点赞，说的我好抑郁，好卑微呀！喜欢我的能不能给我来点？积极的正能量，这两个是什么贝？哎，你想想，它的名字非常好听，对对对，月亮贝，哇塞，好大呀，也是一大一小的，还行哈。这个贝的话也还挺好吃的，就是你捡的话，你捡什么贝都行，买的话就不建议大家买，因为它的壳特别硬，肉不算大。我看这边是不是放水比以前大多了？今天能有不少的收获，我们快去看看能收获什么。哇塞，哎哎，快鱼！你看吧，我就顺着水流下边，我就看到鱼了。那边的水放出来的，哎，但是哈，这不是养殖场里的，这是野生的黑头鱼。哦，养殖的比这个大，这个是野生的，它就是那个从那个交汇处再混进来，然后冲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有鱼有货吗？螃蟹没有啊，走吧。也开始有螃蟹了，一定不要放过大石块，你知道？哎，天再凉快一点，就有八爪鱼了，你知道？哎呦，我八没有啊，走吧。看这里，好多大海星，这海星简直泛滥，每天来，每天都有，差点吃腻了，吃稳住了啊！好大的大海星啊，这个得多肥呀、啊！这海星，哎。冬天是没有的，春天是没有的，就有秋季和有夏天有啊。你又摆起了海星塔了。对对对，有这个习惯，个人习惯不好改，你们知道吧？一、二、三，这是两个大的，带一个小的。哎呀，这粉红色的小蛇痛啊！这个季节，你们别觉得它重复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季节就这些东西多，八爪鱼还没有。哎呦！反应很激烈呀，太大了吧！哎呦呦，鱼在口里又蹦起来了。哎嘿，瘦了啊！看怎么样，这收获还行，继续吧。哎，我发现一只大鲍鱼，这里还有一个海星，这是我扔的吧？不要了。这个大鲍鱼正在爬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它的吸力很小，为啥呢？因为它正在爬，现在还没来得及吸。哦。哇、哦，这个大肉啊，太漂亮了！这个大鲍鱼，这里是10块钱一个的，还挺肥的。哇塞，又有好多海星，你们说我是捡还是不捡？哎，可以啊，走，这怎么都是不健全的？哎呀，你们受苦了，为我家小鼠吧。咱刚来的时候在这边转了一圈，没发现呀，这都要堵了，过来怎么又看到一只螃蟹？啊，什么情况？哦哦，它的力气好大呀！哎呦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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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的天，他，你起来，你把镜头拿走，我扔出来。哎，好好好。哇，好大的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呦呦呀！我去了，我被它旁边的那个脚扎住了。啊，它这个旁边。有刺，看这里有鲍鱼啊，这么多，哎，小鲍鱼好可爱，哎呦，怎么不一样大的？你看大小都有啊，这个更大，哎呦，这个肉啊，这一看就是，这要是人的话，得180斤的大胖子，跟你差不多吃，这够老够肥了，哎呀，这一个吃的得多过瘾，瘦了。